琉球紫蛱蝶，别名幻紫斑蛱蝶、幻蛱蝶，栖息地广泛分布在台湾分布平地中海拔山区，以低海拔地区为主。蜜源植物为马缨丹、繁星花、金露花、泽兰、玛丽金花蜜及多种菊科野花，在湿地则常见以臭娘子最受它的喜。琉球紫蛱蝶属中型蛱蝶，身体呈黑褐色，腹侧散布有白点，前翅端翅圆弧形，后翅近圆形，外缘略锯齿状，翅背面底色为黑褐色。雄蝶于前翅外侧有一蓝色鞋带，内有白纹，翅端有小白纹，后翅中央有一蓝紫色圆斑，内亦有白纹。雌蝶背面斑纹则依不同型而异，有具蓝紫色光泽、白斑或黄斑者，翅腹面底色为褐色，通常沿外缘有白纹，内侧有白色点列，前翅外侧常有一斜白带，后翅中央也常有一白带，圆毛黑白相间，外形泥态模仿有毒的蝶种幻紫斑蝶，使天敌难以分辨，避免捕食。成虫全年可见，一年多代，世界数量较多，出没于海拔0到2000米地区的常绿阔叶林、海岸林、香蕉农地和花园，且向潮湿遮阴和附近地面有访花性，亦会吸食湖果跟树液。大多数的蛱蝶科蝴蝶有高度的淋浴行为，雄蝶在有成蝶食物或幼虫食草附近，会找个视线良好的制高点，守候等候雌蝶出现，遇到同种雄蝶就尚且驱赶。琉球紫蛱蝶算是其中淋浴行为最强烈的蝶种之一，曾经有人看到雄蝶在追逐比它大型的蝴蝶。蛱蝶科是蝶类中最大的一科，全世界有3400多种，属于小型至中型的蝶种，只有少数为大型种。身上的色彩丰富，形态各异，花纹相当复杂，极少数种你会模拟斑点。蛱蝶科成虫的下唇须特别粗壮，触角长且端部明显加粗呈垂状，复眼裸粗或有毛，部分种类的中胸特别粗壮发达，翅形丰富多变，属间的差别较大，特征为前足退化，缩在胸下无作用，又称四足蝶，是因为它们只有四条具有机能的腿。其中的许多物种都有着亮丽的颜色，并包含如帝王蛾、赤蛱蝶、黄河蛱蝶和豹斑蝶等受欢迎的物种，但其翅膀腹面暗淡，且有些物种看起来会像是枯叶一般，或者更为苍白，以产生一种可以帮助蝴蝶从环境中消失的避敌作用。